各位晚上好，又回来见面了，吉林法乐园。今天的主题还在大优婆姨第三集。小主题是刺激经济发展。要听之前呢，首先要跟各位复习提醒，我们生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修行正德涅槃，为了修波罗蜜累积功德，所以每一天呢，各位要精进啊，诵经，边诵经边工作，边照顾自己的心啊，边工作。这样的话，晚上回来见面呢，回来上课，跟全球大众静坐抗议，各位才会修行的很好，进步很快啊，才值得我们这一世生而为人，获得这个肉身啊，来人间修波罗蜜。最近是雨季哦，所以呢，网络的讯号各国各地都不一样。不要紧哦，如果网络不好，我们就可以回顾，龙屁就会upload 我们每一晚的内容啊，上网可以各位看哦。刺激经济发展。怎样刺激呢？刺激经济发展。首先要复习祖师所教的这句话：ศูนย์กลางกาย ฐานที่เจ็ด。ศูนย์กลางกาย的意思是身体中央，意思是ฐานะ，是处，巴利文是ฐานะ，中文是处的意思。ที่เจ็ด是第七。总意思是身体中央第七处，身体中央第七处是心的安住处，也是我们生死睡醒的地方，另外也是向往涅槃的地方，也是成功与快乐的泉源。假如想要让自己成功和快乐呢，要常常意念身体中央第七处。这个修行方法是佛陀时代诸佛诸圣人用来成佛成道的方法，只是帕蒙坤提摩尼祖师重新发现回来教导我们而已。这个修行方法就传承到法圣师父时代，透过詹老奶奶传给法圣师父。法圣师父在十多年前有开过梦中梦幼儿园学校，我们吉林法乐园节目就是借用师父开示过的内容来给各位补充解释而已。所以呢，我们先向两位导师顶礼，感恩祖师跟法圣师父。哦， Sony Music 慈悲 block 住了哪里了？对不起，看一下啊。谢谢慈悲。OK， 找到了。Jabber。处理一下，不难不难。这个还可以。OK， 应该没问题了。OK， 好了。哦，又增加，哦，谢谢。OK， 平等平等，平等对待都 block 住了。OK。听到灯的声音，大家就准备啊，要重新进来。
OK 啊，应该没问题了。可以再进来。继续听啊、哦。Soup，全部了，OK。等一下啊。OK，全部。应该没问题。佛法虽然深奥，但容易证得。初步修行，各位不能动脑，不能研究分析什么，要学幼儿园的方式，简单轻松、舒服的宁静在身体中央第七处。当各位的修行境界，幼儿园毕业后，马上获得博士学位，能学习佛教里深奥的法。佛教可以比喻成这个木片，最外围是仪式跟文化。当佛教传入哪个国家，仪式跟文化可能会变，但里面呢，理论、实践跟验证总不会变的，这是佛教的整体。当各位时间短又重视修行，让自己能验证佛法，这是很重要的。各位大德，我们要能验证，诶，到底自己体内真的有法身吗？真的有三宝吗？那涅槃是怎么样呢？要自己去验证。好，我们正在谈毗舍去维萨卡大优婆夷的故事。大优婆夷，我们之前有上课了，有学到频婆沙罗王、频毗沙拉国王呢，是释迦牟尼佛同时代的摩羯陀国国王。摩羯陀国有五位大富翁，初地嘎、刹帝拉、免得嘎、布那跟嘎嘎帕利亚，红色虚线这位呢，就是免得嘎。免得嘎的太太是赞他，巴图玛，他两位呢生了一个儿子，名为他南赤雅，他南赤雅富翁，的太太是苏曼娜。TV，也是大富翁哦，超级大富翁。那他南赤雅富翁跟苏曼娜 TV 两位呢，有一位女儿，名为维萨卡，毗舍去维萨卡，大优婆夷。我们先了解佛陀时代16个大国。红色这边呢，有三个红色，三个国呢，频毗沙拉，频婆沙罗王是摩羯陀国这边呢的国王，玛卡塔，那昂卡或者昂加、昂切这边呢，昂加，昂卡。国呢，也是属于摩羯陀国，在管制的，由频婆沙罗王在管。那五位大富翁呢，是在安卡国这边。那维萨卡大优婆夷也是住这边安卡，他家族是在这边。他南赤富翁，免得嘎富翁都在这边安卡国。除了安卡国、摩羯陀国，还有哥萨拉、乔萨罗，今年要讲乔萨罗这边呢，还有马拉国，瓦奇，
咖喱，咖喱这里呢，在佛陀时代呢卖布啊，布料最好，最好的布料是在从咖喱来的。瓦萨、切蒂亚、阿斯卡、阿文蒂、玛恰、苏拉塞纳、班恰拉、古鲁、坎塔拉、坎波恰。坎塔拉这边呢是佛陀时代呢，就是学院呐、好像大学在这边，各国都会派自己的太子呢到坎塔拉国呢来读书这边。好，时间到，我们先跟全球大众静坐抗议先了。夜晚的黑暗中也有星光，祸中也有福，障碍中也有机会。透过修行静坐，对世界现况和不正常的生活感到心烦的这颗心，也能体会到快乐。所以现在开始，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静坐，轻轻地闭上眼睛，眼睛微张，舒舒服服地闭上眼睛，放松整个身体的肌肉，让自己感到舒服，没有任何部位绷紧，放松全身的肌肉，整个身体从脸部、头部、颈部、肩膀，直到手指尖，让身体的两侧都感到放松。双腿直到脚趾头，全身舒畅，保持内心的清爽、开朗、清净、透明，没有担忧什么，不管任何事情都放下不理，放下万缘，不管世界现况是怎样，把伤害我们心的那些事都忘记掉。现在是和平的时刻，是我们能送给自己的礼物。方法很简单，把平常到处跑的心接引回归体内，想象自己身体是空的，没有任何内脏，就像宽阔空旷的地方，接引心回来安住在体内，把心
轻松的安放，大概安住在肚子的中心，或哪里舒服，就放在哪里，让心轻松舒服地安住在身体的中央处，如同羽毛慢慢地飘落水面上，不让水面上产生波纹，让自己连续的感觉心已回归体内，轻松地安住在体内了。我们可以轻松地意念自己熟悉的画面，比如太阳、月亮或天上的星星。内心只有那个画面，心才不会回去想，去担心其他的东西。轻松舒服地维持在那个画面。如果这个意念不舒服，就重新开始，或者意念了却回去想别事，我们就简单舒舒服服地重新开始。我们也可以在心中轻轻地默念萨玛阿拉汉，萨玛阿拉汉，萨玛阿拉汉，萨玛是正是善的意思，阿拉汉是远离让人生受苦的那些不清净的东西。萨玛阿拉汉即是净化心的正确法，让心证得人人可得的最清净境地。我们要继续默念萨玛阿拉汉，让默念的声音从我们身体的中央处慢慢地散发出去，心才能专注在我们所观想的画面和默念的声音。当我们天天不停地练习，我们会神奇地发现自己也能让心止定。
虽然只是小片段的时刻，每天继续做，直到自己能自然地做到，如同吸气吐气一样，不用动脑也能呼吸，我们就能训练让心远离一切污垢，让心清净透明，清净透明的这颗心能连接内在的清净能量，防护体外所有不清净的东西。清净的心将让我们想好事，说好话，做好事。这是现在人类所缺乏的，就等于我们正在帮忙保护世界。全世界各地静坐所产生的清净气息将散发出去，保护地球，维持宁静在清净中。它在我们体内慢慢地产生，默念萨玛阿拉哼，萨玛阿拉哼，萨玛阿拉哼。体会到自己体内清净能量的来源，就可以开始想象内在清净的能量朝四面八方慢慢地扩大，清净的意念使清净的能量是一颗透明的球，
慢慢的扩大，笼罩的我们身体，再从我们身体扩大，覆盖到家人、邻居和全球人类，无论是任何人，我们都把善意和清净的能量传送给他们，把充满着爱和关心传递给每个人。愿每个人都远离生命的危险，大苦化为小苦，小苦就能脱离痛苦，少乐变成大乐，已经很快乐的人就更快乐。想象我们正在把善意传递给全国人民、邻国、各国各地，无边无际的地方，让全球人类身心快乐，互相同情了解，无担忧，无压力，无烦闷和一切疾病，让此清净的能量回向给历代祖先、父母、亲戚朋友，不管已经往生还是活着的人，都愿他们快乐，具有心力，脱离痛苦、灾难、疾病、一切障碍。一切众生也愿他们快乐，脱离一切痛苦灾难。愿此清净的能量渗透人类和众生的身心，净化人类、众生和世界不清净的六界，如同我们正在净化这颗地球，让它透明如水晶或钻石，只剩下清净，脱离一切污垢。不论外在的新冠病毒或内在控制人心的贪嗔痴烦恼病毒，使人类互相误解、冲突、杀害、打仗等等，让世界
转换进入戒律和道德高尚的新时代。人类心中的清净道德覆盖传颂保护世界，使世界超脱不清净的一切。当我们的心已经平静快乐了，那现在请每一位慢慢的张开眼睛。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ภลปัตตาปัจเจกานัญ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รหันตานัญจะเตเจนารักขั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ซ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รร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พระวันตุเตสุยสีตาเจียจิ้งโชคังอีเตกงเตอสาธุจะซื佛陀时代十六大国，不过增加了一个小国呢，卡比拉帕特，是释迦牟尼佛，住的国家，悉达多太子，金梵王在这边，卡比拉帕特，鸠萨罗国果萨拉呢，哪里就是这边，果萨拉，鸠萨罗。有一天，鸠萨罗国的国王呢，名为波斯尼，巴神那提，想让自己国家拥有一个超级大富翁，因为自己国家有大富翁，不是但没有像摩羯陀国是超级大富翁。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宝，所以呢他就想跟频婆沙罗王、频毗沙拉国王请一位大富翁从摩羯陀国搬到鸠萨罗国住，分一个给我这个意思很厉害哦。波斯匿国王想后呢，就出发了，与军队同行，向往摩羯陀国。到了之后，频婆沙罗王频毗沙拉国王就出来接待波斯匿国王巴什那提，这是频婆沙罗王，这位是波斯匿国王军队你看双方的军队。波斯匿国王呢，就请求频婆沙罗王说，分一位大富翁给我吧。你国家有五位分一位给我就好了。频婆沙罗王呢就很客气拒绝委婉的拒绝说，要搬迁一位富翁，整个家族、整个家庭是一件是大事难事，相当大。因为一家庭大富翁的家庭人相当多不是现代的那种情况。等一下就知道了是什么样的情况。波斯匿国王就说，假如不给我，我就不回鸠萨罗国了，我就跟你同住了。霸占。你看生气不给我就不回。厉害。频婆沙罗王呢只好回到皇宫跟自己大臣商量。怎么办现在
波斯匿王啊，不回了。假如不给他一位大富翁，怎么办呢、啊？一位大臣就建议说呢，这样吧，我们就送，他南迦耶富翁给波斯匿国王啊，他也是其中之一位大富翁啊，是免达嘎富翁的儿子。频婆沙罗王啊，就请他南迦耶富翁进皇宫来上联啊，然后告诉他南迦耶富翁说，富翁啊，不好意思啊，频婆沙罗王啊，巴神那提国王过来这边啊，要请一位我们国家的五位富翁，请其中一位啊，代表过去跟他同住，住哥萨拉乔萨罗国那边，您能不能搬到那边住啊？频婆沙罗王其实是正虚陀洹果，他南迦耶富翁就答应搬到乔萨罗国。假如是皇上有这种想法，我就搬过去那边住吧。所以当天他南迦耶富翁就跟波斯匿国王啊离开了摩羯陀国。不过因为他南迦耶富翁也是一个大家庭啊，你看很多人来送他，然后跟着团啊是大众。隔一天就进入了乔萨罗国的边境，大家就在一个阴凉的地方呢扎住一晚，就在那边过夜。他南迦耶富翁就看观察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地理好，这个地方离萨瓦提城呢，萨瓦提城是乔萨罗国的都市啊，离萨瓦提城呢112公里。他南迦耶富翁就问波斯匿国王说呢，这里是属于谁的土地呢？波斯匿国王就回答说，这是我的土地。假如看不到人呢，不到主人，就属于国王了，宣布这是属于我的土地。他南迦耶富翁就禀告说呢，因为萨瓦提城的地方不大，但我的人相当多，跟我来的人呢，所以我是否能在这里呢建新的城市啊？哦，先表示人多还是少？各位想想看，建新的城市啊，很多对吗？波斯匿国王就批准了，因为反正也是在他国家里面的。他南迦耶富翁日夜赶工，一段时间就建筑好了新城市，名为萨克特，萨给，萨给城。来看这边从安卡这边摩羯陀国马克塔这边呢，同一个国王在管辖。他南迦耶富翁住这边安卡，就搬到哥萨拉这边乔萨罗。乔萨罗的近看一点呢，乔萨罗的都市在萨瓦提城这边都市。不过他们呢来这边离萨瓦提城是112公里呢，就建了萨克特萨给城在这边。原因是什么呢？各位想想看，因为他南迦耶富翁有福报，有福报就有智慧，才是大富翁所以他就想到说呢，第一点，
低一点。哥斯拉、乔萨罗国的经济不好啊，那他搬到这边来住啊，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刺激经济，对吗？如果他住，他建在这边呢，萨格这边萨克特建新的城市，就可以请了很多工人呢，来赶工建城市，所以材料啦等等建筑材料就可以刺激经济，经济就会发展。另外第二点呢，在这边建城市啊，靠近这边的边境啊，大家看到啊，这里啊就可以做生意，比较方便，就等于帮乔萨罗这边打广告说，现在啊有新的城市出现了，是萨克特，所以表示这里的经济好啊，很繁荣啊，我们一起来做生意吧。你看，富翁的头脑，所以地方小呢是小事，但是他的智慧啊，要刺激经济，就是要请人工作，然后就打广告，然后打广告当中呢，就等于给国家建一个美好的印象，给其他国家看，经济就好了，繁荣了，所以呢，国家的经济要能发展呢，要靠有福报的人，各位大德，前生前世累积来的布施波罗蜜，就是大富翁，所以各国不能缺乏大富翁，因为大富翁是推动国家经济啊的主力，重要啊，重要。那第二点呢，大富翁啊，假如大富翁懂得佛法，懂得了解说呢，自己今世发财，来自前世的布施功德啊，他就会不断的布施、持戒、静坐，就可以维持他的财富，而且能不断的以佛法的观点呢来管理经济啊，经济就会好，而且呢不会违反道德，这方面重要重要。贪嗔痴富翁啊，因为世尊到安卡这边开示，对吗？他的女儿啊也正须陀洹果，他的爸爸也正须陀洹果，所以这是佛教佛化的家庭啊，各位大德，佛化家庭的富翁搬到萨格建萨格城市啊，这是一件吉祥的事，就能让佛陀时代乔萨罗国呢经济繁荣了。今晚有一位观众，其实问了好多天呢，先来报告修行经验说呢，大概从胃塞节开始呢，身体会在静坐时摇晃。记得去年十二月龙屁在禅修营的教导，知道是自己把注意力放错了，便不管它，把注意力持续放在舒服点上，逐渐的身体的摇晃慢慢的没有了。洒脱，改为身体中心在旋转，慢慢的每一次静坐，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从坐垫浮起来。洒脱，大概到了六月中旬呢，有一个晚上，突然感觉身体中心好像 click 了一下，还有加 ED 啊，
第七处便从那天起开始感到空旷，柔柔软软，轻轻的。而这种感觉是在没有静坐时也感觉得到的。沙土。之前一位观众也描述了空间的转变，就是这样的感觉。有大概两次，自己好像进入了一片黑暗的空间，比外边的黑暗更加的漆黑，和自己说不要怕，不要害怕，镇定啊，鼓励自己。可是心还是忍不住跳动得很厉害，也有几次的经验，自己好像被倒过来，或者被压扁，或者好像在空中飞行一样，要入睡时躺在床上，也感觉到身体下半身消失等等。沙土啊，其实这位观众已经懂方法了，懂方法，能掌握到方法，就是把注意力持续放在舒服点上，就会产生这种经验哦。这是第一点，抓到方法了。第二点呢，当有不同的经验出现啊，比如说呢，一片黑暗的空间呢，或者是身体倒过来被压扁或者在空中飞行，这是经验都是好事的，都是好事，但是要维持把注意力持续安放在舒服点上其他静静的看他，不要管他，好吗很好了很好，随喜功德，洒脱。今晚时间到了，就祝福各位和家人一起听闻佛法的大功德，一起诵准法轮经的大功德，一起静坐抗议的大功德，祝各位和家人健康无病，远离新冠肺炎，财源滚滚，修行进步，正入法身。祝福各位和家人晚安，明晚见。因果之律，内心无比，精疲神尽，弃恶从善，存心敬意，撒手成欢，必会往生地狱。该知的是，非知不可，轮回苦海，逃脱不得，无一能够侥幸获胜，因果之旅，纠缠不赦。世尊，皇帝神仙天人，同样无法逃遁。天王会回国有阴兵，尊卑贵贱，阴兵恶业或善行。心前愁城，必追不到，恶国之都，恶道飘摇，心境明了，相光普及，功德庇佑，将往生福乐之地。因果之旅，内心无比，精疲神尽，弃恶从善，存心敬意，撒手成欢，必会往生地狱。精疲神尽，弃恶从善，存心敬意，撒手成欢，必会往生地狱。无人逃脱因果之旅，名利之人必行因果之旅。无人逃脱因果之旅，名利之人必行因果之旅。
无人逃脱，无人逃脱，因果之律，因果之律，迷路之人必行因果之律，无人逃脱，无人逃脱，因果之律，因果之律，迷路之人必行因果之律。